穿着白色舞衣，韩国超人气女团 TWICE 成员周子瑜台上卖力扭腰摆臀，和团员一起登上南韩音乐盛事妈妈亚洲大奖典礼舞台。不少粉丝发现，子瑜似乎又比过去更瘦了。火辣穿着中空装，周子瑜韩国区一比，腰似乎又更纤细，成了蚂蚁腰。再看看妆容也不太一样，加重了眼影，整个人增添妩媚。而过去被不少人笑的婴儿肥，如今也没了，不少人心疼，要他多吃一点。这回 TWICE 在妈妈典礼上面夺下最受欢迎艺人和全球粉丝选择两个奖项，但却意外引起争议。虽然没办法亲自听到你们的欢呼声，也没办法亲自见到你们，但希望能够疫情赶快好转。因为过去 TWICE 曾拿下三次的最佳女团以及最佳舞蹈表演女团，更是年度歌曲奖的三连霸，不少人看好蝉联，而且依照惯例历年有到场的歌手获奖几率高。不过女团奖却由没出息的 BLACKPINK 获奖，打断了 TWICE 连霸记录，因此登上了热搜。两团的粉丝为了各自护主吵了起来。而这一次的妈妈颁奖典礼因为疫情关系以线上直播方式领奖，其中这一幕同样引发话题。主办单位特地安排了消毒专员为麦克风和奖杯消毒，不过他们一身银色的紧身衣，踩着荧光黄的高跟鞋，几乎和舞台融为一体了。这个造型由于太过前卫，也成为有趣的亮点。东森新闻娱乐中心综合报道。